最近在一本书中看到，我们浪费自己的健康去赢得个人的财富，然后又浪费自己的财富去重建自己的健康。病过才知，纵使万千荣耀傍身，也远不及健康犹在踏实。人这一生，健康最贵，这世上没有什么值得你拼命用命打拼的交易，永远是赔得多赚得少。所以再忙再累，别忘了心疼自己，一定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，一份好心情，一个健康的体魄，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。把握好每天的生活，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，就是最好的珍惜。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随性而往，随遇而安，一切随缘，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。